大家好，我是陈汉典。焦哥呢跟我算是好朋友，而且呢甚至也可以算是跟我一起这个共患难的老搭档。因为在康熙的那十年里面呢，S 姐上了台就骂我，下了台就骂她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焦哥他的人生阅历非常的丰富啊。焦哥出过15本书，每一本都不火。李旦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他把你的人生重复了15遍。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模仿啊，这些年也模仿过很多人。那刚刚在后台，池子就过来跟我说，汉典哥，等一下你可以模仿一下我吗？我跟他说，考验我的模仿能力可以，但是侮辱我的人格，这就太过分了。这个韩乔生老师啊，今天也来到现场了。我非常仰慕韩老师，因为听说韩老师是内地元老级的足球解说啊。那他具体的岁数多少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有人告诉我，洋务运动就是韩老师解说的。那今天我也看到这个宁静姐坐在这边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宁静姐呢，她可是著名的性感女神，这个是我爸告诉我的。最后我来说说香姐好了。香姐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偶像，因为香姐在1997年到2004年间呢，曾经多次获选最受欢迎主持人，虽然现在比较少主持了，可是跟现在很多的主持人比起来，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更何况大家看一看香姐，她是不可能瘦死的。看了香姐参加的真人秀啊，真的觉得香姐是一位很能干又漂亮、有颜值有口才的一位女神，所以呢，我就向上天祈祷，能不能也给我这一位呢，这么样漂亮、这么完美的老婆，就算剥夺我的一切，把我变得跟王岳伦一样什么都不会，我也愿意。同为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，很多人会拿香姐跟谢娜来做比较，很多人就讲说他们两个究竟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。经过我的分析，我研究了一下，他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香姐一天到晚只想两件事情，第一有没有节目做，第二爱买衣服。但谢娜就不一样了，谢娜可能也爱买衣服，但是谢娜从来不用想有没有节目做。最后要非常谢谢香姐邀请我来参加你的吐槽大会啊。那么我想可能香姐也是觉得大家同为失业的主持人，所以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陈汉典，谢谢。